我记得等那个六，然后那个我看到那边讲还剩啊，算了，等，我等了这么久都没有出来，吓到我。在 deck 里，在 deck 底呢？对呢。不能啊，该是打完，该是维斯讲，哎，这个怎样玩了？我的妈！你抽到新的绿黑金，这什么来的？我终于不在南部的旁边了。我的威古在我旁边。啊，我在你旁边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放了牌，你随时可以让我吃掉。Oh no！ 一股做东了。哦，火候太强了。看咯 ，GQ 什么？那给你一个红色的。哇，这样快就丢个毒了。美美是不是红色？要不要？还有另外一个是虫，是猪。当你一回的吃四五六丢掉那个猪，我的妈！那给你什么零哦？那我全部人在丢猪呀！来，我们全部一起丢猪吧。没有，我只是不要这些东西吧，因为用不到。GG。不是，我不要，我没有做啥三 U， 不用怕，我没有做啥三 U。你看我场上一个中了，一个很难，都做啥三 U。哦，你看你鼓一次的 GG 哦，烦了。GG。看一鼓。懂了吗？你鼓点这些垃圾卡。那给你。Oh no！ 鱼骨那个声音，你看那不全部丢完猪了。Oh no！ Oh no！ Oh no！ 我的！哇，你直接有一排啊！香蕉比你大。对，我的香蕉是比你大。干，你不要这个了。哦，真难。哦。哟，你碰难的话啦，你这 C 边吗？说你有分数的，也不算一排。但是你碰东跟碰 C 的话，就有一排。四万。一人要四万。Oh no！ 一股碰了，我不用玩了。我一股给我翻了几天。有五十万来了 ，50万来了。那我也出买个五啊。还差一个五。出完了，出完了，我两个一股，一个你一个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是找那五万，我是说就多拉了。嗯。哦，有人要碰了，鱼骨。你鸟哦，东边碰北部。是哦。南部要吃呢，很好吃。谢谢鱼骨。出发。一苦一苦这样，哦，我要听到南部讲些什么？东边没有人，对，没有人，对，我九七鱼骨，你要吗？鱼骨，主要是粉都是 ，Oh no！ 妈嘞，那个梧桐在他身上。天，可是鱼骨合不到，哎，鱼骨可以合哦，没有，他没有九个亿，GG危险了。要相信鱼骨抽不到他要的牌。喂，哦 ，OK， 哟，我觉得维多斯帮个加个旗在给鱼骨赢了，这股吓死了，鱼骨你赢了，
没有，哎，没有哦，没有，发生什么事？又东边妈妈，哎呦，更怕啦，输，输好，输好，等于说继续玩嘛，好吗？对，但是我们死都不给一股一，更怕。哦、oh, ，我直接丢四桶的，回这加加。哦，那端酒摸啊，弹药没有一根酒。我差点丢了这四桶了，然后你这太假了。哦、我拜你为师。都是假假，都是假假，问的假假 ，fake fake 啊。有这种东西，哇！我是个手牌，烂到了。一股不用看了，就是十三幺呢，就是十三幺。人家去谷歌讲十三幺就好笑。Oh no！ 那么快丢白板又不好呢，一股。你看他的全部都白板了。这个手牌，看你给我加加，这个手牌不美，他直接合掉了。我们跟着一股丢什么丢什么就对了。这个是我们的 strategy 呢，一股丢什么我们也丢什么。来吧，一股。stress 那一股。喂，谢谢一股。Oh no！ 妈，一股讲这么多，结果就是啊，碰见那个种。emo。Oh no！走吧，发大财！逼得一股巨大个发啊，给你一个发。姐姐。谢南哇，我连吃都没有吃到，两番吧，一种一红番，是啊，两番罢了。有的那个红色的握在手上，哇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什么东西，肯定又在偷吃了的，不用看。Oh no！ Oh no！ 那，哇！哦 no！ 那气，一瞬间，你看一个一，是三幺的，不用看了。你看一个一，只要九跟一。十三幺都看，我是看有没有东南西北来我家的，就东南北，然后又有发又有白来我家，我自己都给十三幺。不然基本上我不会乱做子弹。哦，吼吼 ，GG 是碰。
那我记得南部爱出秀。喂喂，你就好咯，吼吼，太好了，他越碰越多呢，吼吼，没办法的，拜拜。我要切衣服了。那衣服我丢吧，给你。一二二二一，几几难补？丢掉是啊，丢掉二，然后抽到二，再丢掉二，抽到一。对，就是这样子对你一个游戏。这就是人生。人生给了多少呢？做什么去买面包？我去冇得买面包。去去，看你也不超级白。去去，有人要喝呢。什么东西？往后丢，往后丢丢。对，丢头顶了，当个发了，他的衣还丢掉了。Oh no！ 靠北。来，一股你要吗？我知道了，一股。可恶，我都不知道你出来了，很可怕。真的太可怕我都做不到一站出来有没有可恶刘东要碰吗？有，这是一股八八，现在八八在一股什么？知道有人要碰了了，不用紧，一起了，看你猜我有什么东西要丢？我干了我，快发！有骗到了，哦耶！一凡吧，我觉得一股是不懂了，他要出。啊，他应该要看我场上，就我的棋子。Oh no！ 我做懂了。耶 ，GQ 做懂了，快打败 GQ！ 什么东西？来！哎呀，还丢超牌呢！哎，什么鬼啊！那我跟着好好丢。你看你哥那边的 ASM。哎。Oh no! Oh no! Oh no! 有人要碰的，有人要 sexy off 的。啊！啊！
会跟我丢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丢的都可以的，不可以，丢别的。你再丢跟我一模一样，我告诉你。What the fuck? Oh no! 差不多。喂。你就好了，砰。那一股你要吗？就知道一股要了。OK, OK, 哇，对对合啊，可是他丢到七万，就是讲他不是要拿来做婚姻师或者亲姻师，要对对合，对对无啊。我是随便丢，鸟喽。真想到你有才瓜了。那好，不怪了，最近你都在玩，很尬，现在你在训练你的采瓜了呀。随缘，随缘。所以你的采瓜要怎样训练？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踩对面的 bird 什么 bird？ 没有啊，踩得到。我不在这边做东西，我不说在马来西亚做一点。我讲到这次做到不在门的下弯了。那一股，我、哦、一股就碰到一一。嗯。就一股有一股在那边会很痛苦。你刚举动作完了、欸。是诶。你这也低到中间，我觉得。哦。那一股腰了。一股要吃 taxi off 啊。是一股没有一拍。一股讲谢谢 thank you， 我赢了。GG 股太强了。你看，发大财。南部发大财，我的发。北部发大财。干，终于要这个时候出这个东西，哎。南部跟你抽到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有时候想喝到一样子，现实也是这样子。如果开场四个人都丢同一个方向的那个东啊，或是北的话，哦，就直接结束了。哎，多啦，拜拜。タカ、トラ、バッタ、タトバ、タトバタトバ。喂，喂，那不要吃的呢？喂，不是我那样大声。这怎么办？我都没有开。如果我今天都掉我耳机啊，你们听到回音，之后肯定不要开。不用紧张，不，我们知道是你的。你看，下一个难度就荔枝。没有啦。荔枝不到，那个没有来过啊，张牌，那张牌来了之后才荔枝。三步等你们慢慢碰。哎，我做一个例子给你们。例子。Sorry， 你忘猜了，我需要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我就是不要丢这个东西出来了。Thank you, GQ 四八。我就是不要丢这个东西出来了。Yeah.
我都不知道，我在考虑着。日本麻将你看到对面放丢过什么了？你可以猜到他要一起什么？问题是我全部整个手牌都不是你有丢过的东西，这样就不要赢。